我交代你内容，来你看我支持，穿进去有加没？嗯，我知影。浩然，你哪来啊？你是不是要来支持玉华阿姨？今日是归档聚会，告辞公班，我是叫你归档聚会。浩然，你即马是要跟我撇清关系，无要支持我？还是你决定要支持志凯？你真正有够大方的呢，佮家己心爱的查某人哦，交予伊照顾，即马当处长的大位。嘛要留予伊啊，是毋？即摆是要选当处长，我一定尽力做出上理性的判断。一切拢是恒大的为优先，毋是恒大，是全国恒大。在我心目中，阿公留落来心血，咱这子孙应该守护的，永远拢只有恒大。各银行的代表，麻烦请这边坐。哎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我本来想讲哦，这是阮公司内部的临时董事会，想袂到这业界竟然这么关心，搁半时间来参加，真正哦是阮的荣幸。不当初够有信心，和公司度过这关，当然嘛有信心，得到参详哦。被退一个受重伤的人，清除他伤口的脓疮。虽然这脓疮看起来足恐怖的，啊，不过才把这脓疮捂清去，这肉就会洗倒转来啊。所以清理伤口这个人真重要，不是凊彩的人拢会当做医生的。请坐，请坐。贵当初讲了真好。这个替工作清爽的医生真重要，若是选不到人，可能就不是救人，是害人。不是救人，是害人。你是讲你家己哦？我听无过当初是妄想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咱做人哦，就是爱凭家己的良心，若是做过伤多。早晚受到报应。我相信犯人的头壳够真清楚的，伊无这么简单，就会放你耍。桂花，你志杰哥，哇！今日咱是来开董事会，伫只现场够几大规银行代表，你就莫感觉开董事怎样？最近你有好无？多谢你的关心，我真好。我知影过去你甲志贤哥有真侪无欢喜，啊，不过你今日愿意来参加董事会，是不是就表示你已经原谅伊啊？我是不是原谅并无重要，重要是一个人敢有真心悔改，去面对家己所犯的错误。学长，迄个李志贤一直甲你看，这真正常。恁两个是不是真正有足大的冤仇啊？不管阮有偌济心结，有一点是阮也袂变的。阮拢是阿公上看重的孙，对守护恒大，阮拢有责任。我是孙家的查某囝，维护恒大，我绝对袂投标。贵当初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，阮绝对会支持。无唔对，阮来参加这届的董事会，就是希望看到贵当初会使接手，和董事长留落来烂摊子。若无，阮实在袂放心，继续召集予全国恒大。
恁前辈袂当安尼讲啊！阮在场哦，有请你一个同事，我惊伊会误会，也准我联合外人逼供嘞。林大爷，阮所谓董事当然嘛就欢迎银行派代表来参加阮的董事会，因为这就表示大家对全国恒大未来拢足关心的。出来日子，搁要麻烦大家多多指教。这嘛要咱大家虚心接受别人的指教啊。是，我就是希望会当互相指教，替公司选一个上好领导者，带大家度过这届难关。嗯，好。那呢，咱会议正式开始，我嘛就想要知影。大家心目中上好的领导者是谁？各位董事，现在就开始咱的董事会。首先进行的是经营汇报。向大家报告，公司这阵仔的业务还有财务状况。吴特助，这公司的经营汇报那是你伫咧报告，阿兰达的总经理今仔坐伫遐做花瓶哦，阿是已经惯习啊，我太太出来趁钱饲家，阿姨家己坐伫遐享受就好啊。郭董事，今仔就遐领着去嘛。我话了别讲煞，即马伫个各位董事面头前的这份资料，是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，请大家当参考。总经理，对，就麻烦你啊。这详细数字，我相信大家看报告就足清楚啊。公司发生足侪代志，准时足侪订单，嘛无法度准时交货，这状况确实无理想，嘛让足侪投资者对咱失去信心，估计嘛一直啦。总经理，你讲这话拢袂歹势啊！公司的经营到这么辛苦，何董事长是爱负责任。敢讲你这个总经理就完全无问题？恁两个人伫个公司分派是会斗来斗去，公司唔才会变到这种模样。郭董事，公司这几年经营问题，所有内部的高层拢交付责任，包括你这个财务长。要不过今日大家坐伫遮是要解决问题，唔是要互相推卸责任。我是总经理，我绝对袂逃避我的责任。是我承认公司即卖状况无介好，啊，不过我相信，只要恁同心，不管即卖外话，总是会等到公演迄天。所以今日趁这个机会，我要宣布，发光布料的技术团队就要家己全国恒大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以后全国恒大肯定会当摕到发光布料技术生产相关产品？冇唔对，那是即马已经伫个市面上的产品，稍后来全国恒大嘛会继续甲国际知名大厂合作，开发更加侪创新的产品。继续引领台湾纺织业的未来。这个消息若发布出去，全国恒大的股价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我唔对，还佫有越南的工厂迄停工的问题，我嘛有重新甲迄边的政府单位交涉，最近就将恢复生产，甲订单进度拢挂上来。是紫星团总经理，
啊，不过这发光布料的技术礼拜要变作咱全国很大的商品，伫个市场销售过一段时间。你确定咱公司的财务有法度当起时阵？这就需要各位银行代表继续支持阮。只要恁愿意继续借钱给阮，阮一定照时间给恁利息，甲恁分享阮经营的成果。全国恒大未来已经看到您的面头前了，各位金融界的性格都很成功，应该比我们更高深，对吗？爱我银行继续支持全国恒大买应该，那安尼就请伊选出一个大家拢当会接受的董事长遴选。所以今麦各位代表意思是，你目前会当接受上适合遴选是？我绝对是当仁不让的啊！请大家想看卖，咱在座的董事谁无问题？这孙董事消失一段时间，今麦目睭阁无好，啊，咱家的总经理身体还袂好完。啊，李董事之前因为卖假药的案件，到今麦阁伫咧上诉。啊，王董事只是代替因爸爸来参加。至于吴特助，你甲何董事长两个人到底是啥？看下内线交易，到今麦袂交代好清楚，事情都有可能翻盘嘞。有资格会当做全国恒大的董事长啊？假使我无资格做全国恒大的董事长，你同款嘛无资格啦。何天喜，你不是给警方收押，什么时阵出来？因为有人替我办交保了。安怎？我何天祥请的律师有够力，予你真失望是？喂，何天祥想要办交保，真好，甲伊斗三工，一定让伊出来。何天祥、郭玉华，你等你看，恁两个是继续虚情假意合作，还是避免变成冤仇人？不管你今日召开这临时董事会的目的是啥，就算讲想要甲我何天祥诱来，我也无要紧啦。也毋过，我想要甲你提醒一下，假使你若选郭玉华来接这董事长，恁就是引狼入室。所以何董事长即马讲的意思是，全国恒大真无简单，才甲一只鳄鱼上照，千万袂用的，佮甲门开开。好几只有心计的黄鼠狼礼拜在大位，有这么你继续跟我考试没关系，我们两个人的笑我以后才大大跟你算。何当司令，请你跟我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选贵当司做当司令？因为贵有华才有检察官要证明我掏空公司资产的证据，其实伊全部拢有份啊！一个要予警方收押的嫌疑犯讲的话，敢有讲成理？请问你大家敢会相信？我讲的是事实啊！何董事长，我想要请问你，这世间敢有这么戆的人？明明知影把证据送出去，会拖家己落水，做戆戆去做？请问恁大家，恁敢会安尼做？啊，不过你是公司的财务主管，假使讲何董事长对你无够信任，那有可能把公司的财务交予你管理。所以两个人拢被围奸做假小本利益，也是真有可能。
李董事，你要抓准，你就有经验的。过去哦，加赚假药啊钱，可能家己的垃圾啊，就当作所有的人都会跟你同款哦。桂花，我过去的错误，已经付出代价，骂死一个。阿无，那要到今仔日，如果你伫遮坐当处长，我个人是事实，我去予人误会，我目睭嘛真委屈。桂玉华啊，你阁好意思讲家己受委屈咯？这件代志，得到上大利益的人就是你。请问我得到什么利益？自从我管公司的财务。你所谓笑吧，我拢是秉持良心，一清二楚。那麻烦你解释一下，是按照你个话都重新找到何董事长掏空公司资产，这个新的进股。那是因为我重新把过去的项目，啊，还有合约，拢提出来看。我才发现，确实真奇怪。这几年何董事长。卖掉厂房，阿个有土地，开始跟市价有些落差，阿个有买卖合约，确实都无合理。假使你讲的这买卖合约有问题，是安怎你之前拢无发现？偏偏等我予检方去抓去了后，你才发现啦。敢讲？这不是你挑过于这座假证据来诬赖我，何董事长，我只不过是负责提供证据，啊，这证据真的是假的，那是检调单位决定的，不是我决定的呢。桂花，你卖俩准你还出卖我，将所有证据撒给我，你就当安全背上我。我跟你讲，无可能啊！何天祥。你要当大家的面，出手对有啊是？对你，免我出手。也不过所有反背我的人，我绝对拢会放煞。你上好求天公伯，甲你保庇，莫有一天落在我的手头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甲你咬开身躯，无一块好。那是你家己无这个才调，证明家己的清白，就是要威胁别人。恁全权横大吼，到这个地步啊，搁咧内乱，安尼，阮来当好心家己借予恁。是嘞是嘞，各位代表，欢迎大家看笑话呀，真是嘞。贵当初何董事长，假使恁对公司还佫有淡薄啊想要维护的心意，麻烦恁两个，若有甚物文员，私底下去解决。即摆上要紧的是，赶紧把后事情的董事长选出来，予伊来领导大家。度过这届难关。各位董事，啊，各位银行代表，我郭玉华是创办人孙刘海的查某囝，我看到阮爸的心血，去予何天祥这种人糟蹋。我真正无法度忍受，所以我决定要站出来维护公司的利益。啊，阁有以我的学历甲经历，我绝对有这个能力，会当担任这个重责大任。嘛，请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为公司服务。我支持郭董事。李志泰，你这么想创啥？你哪能支持？你无迄个资格。哥，跟我阿公嘛是咱的阿姨，我相信对你家还佮有孙家也是有情有义的。你是不是有孙家血缘？拢爱要去验的。志泽，我是孙家的查某囝，我甲你妈妈拢是老同款的血。莫叫我名，莫叫是你真正是我的师大，我无听到。既然贵当时有这个心想要替公司服务，
安尼给伊一个会当证明家己机会。我反对，就算我有迄个资格，我有保持伫个。李志凯，阮小弟会用打这个指令。我甲你当初这两票，拢投予李总经理。孙发嘞，你嘞，你迄票是不是投予志凯？我这票投予贵当初。你起啥心？你是不是跟你冤枉我？阿是你对志凯不满，这头冤跟阮作对。你是你较冷静的，我今日所做的决定，拢是为着恒大好，徛在公司的立场第一设想。和桂友华这小民都可以做董事长，就在替公司设想。既然你总经理家己表示愿意支持桂董事，那我尊重伊的意见。我这票也投予贵当叔。贾美，你偷了歹钱，你用心计较，无辜一切给我救来，就是为了要送桂友华这白骨上台。你三年前反背过你，你敢袂记？你这不通袂记，就是你这位前任董事长犯遐尼大错哦，所以阮即摆大家唔再伫咧遮开董事会，会替你收尾。所以阮即摆所做任何决定，你无资格抗议。有啥物？你坚持要我做对就对啦。咱的董事有七个人，我得着四票。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还有银行代表小婷，我郭玉华一定用心打拼，带领全国恒大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谁送钱？为什么把票投给桂友华？啊，志凯，你为什么把董事长位置让给别人？啊，还有你，吴佳美，孙焕嘞，恁到底是在想啥？为什么会支持志凯？哥，其实是我伫咧董事会进前拜托佳美佮我焕然，希望伊当放弃志凯董事长的改选。为什么要放弃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差一步你就当董事长了。哥，啊，你嘛知影？我从来无想要甲人做啥物当市长的大位啊！迄是较早，你袂记得啊？即摆恒大头前，还佫全国迄两字，等于是甲阿公甲爸辛辛苦苦生活让予别人。你有义务佮我责任，但迄咱四个兄弟，甲恒大抢转来。哥，我相信只要咱同心，一定会当甲恒大摕倒转来，无需要遐尔着急啊！佮再讲，即届当市长的任期就敢若三个月，你着好。你就让这个郭董事做董事长，对不？无需要安尼拍拍感情贴破面啊！感情？你甲郭有怀疑款，一个我这边，一个我迄边，背过来讲感情？李志凯，我真正对你足失望的。你到即马还是这样冷心，还是无得看清事实？李志贤，志凯无想要做董事长，你爱别有啥物？迄时根本无负责任。我认为志凯不是会投票这样的人，因为那决定一定有伊的考虑。什么考虑？孙焕嘞，你爱我甲志凯斗相共，甲恒大摕转来，我跟哪里做啊？我甲票投予志凯，你嘞？讲一套做一套，话讲到真好听，事实上，叫志凯后卡。哥，焕然无叫我后卡啦，是我家己决定的。所以我真正想哦。你为什么做这款的决定啊？啊！你为什么要把三点到出的位让予别人？你敢袂记哩？你是阿公的孙，你敢袂记哩？你有守护恒大责任？我知影我有守护恒大的责任。啊，不过，啊，不过啥？讲啊！
你为什么不爱讲？你今仔日都甲我讲清楚，你为什么逃避你的责任？我唔是咧逃避，我有我的苦衷啦。为什么苦衷你讲出来？你讲啊！因为伫咧讲很大之前，我想要做外母。我无想要让姐妹搁拄着危险啊！有姐妹危险，什么危险？伊即届予警察单位抓去，就是何天祥陷害伊的。伊即马交保啊，咱若是阁继续去做阵，伊若是抓公，毋知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我无想要予姐妹阁欺负啊。你是惊何天祥继续伤害你的太太？你着选择切牛。是。你为着一个查某人，连江山都无要争？不是无要争，是时机还未到。什么意思？我有探听过，公司甲银行有接触的人，一直都是桂玉华，所以伊是银行上信任的人。所以就算咱放出搁较侪对公司有利的好消息，也无代表会当争取到银行遐个人的认同。那个人真有可能早就摕到桂当叔的好处啊，那无啥物特别的变故。伊也是会徛在郭董事那边支持伊就伊，所以我早就安排好啊。我麻烦一个朋友想办法，一定要让何天祥顺利交保。何天祥演出来，竟然是你斗相共的。是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你敢不知影？你把迄只口气放出来，伊袂安尼准拄死，伊连死计加人的。我当然嘛知影，因为。我就想要把他放出来，去夹桂玉华。徛关山看马相谈，意思就是讲，两人伫这个时阵，咱上好是徛伫远远伫边啊看，因为因伫打的时阵，目睭内底只有对手，会甲真正弱点拢表现出来，甚至因身躯边的人，也会选边站，所以只要咱用心去观察。公司内底有倒一挂人，伫结党结派，互相包庇，真紧就让一清二楚。本来我想要趁即个董事会，和何天祥甲郭玉华两个人相打，咱就会当渔翁得利，和自开就位。啊，不过后来我想想的，我感觉焕然伊讲的嘛真有道理。咱就先观察一段时间，莫迪卡对咱后壁的布局搁较有帮助。所以你伫当时收到简讯，就是焕然叫子欣通知你。我唔对，行关山看马相谈，就是简讯的内容。一开始我看简讯的时阵嘛，就丢丢的。啊，不过我看到郭有华甲何天祥一直咧质疑对方，因像这是真正掏空公司资产的啦，我就想想想到，故意去和郭有华。做公司的董事长，然后佮伊负责即件代志，爱查好清楚，互所有董事一个交代。你和桂玉华去查，你都唔惊因两个人联手演一出戏来欺骗咱大家，然后私底下换一个人继续乌公司的事，你可袂想得伤过简单啊？徛关山是为着看佫较远，看佫较清楚，无代表甚物代志都莫做。咱当利用伊的矛盾，把公司上根本的问题找出来。安尼对公司未来经营一定更加好啊！姐妹，你会当安尼放下个人的情绪，做理性的判断，我真正为你感到骄傲。万然通你简讯才短短，你就拢了解啊？目视还是赶快安尼好。我无白意思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姐妹是焕然的徒弟，莫西好是应该的，对不？志凯，其实我拢有感受到，你做姐妹的人才，想要尽力保护伊的心情，这是我应该做。我若是跟他差不多啊，我就先离开啊，只先搁在外口等我。啊对啊，焕然，咱袂记。按等下到顶家，啊，我也准时到。
你要做伙食饭？我就想讲，足久无看，我甲姐妹想要请伊甲子欣食饭啊。那呢，我嘛要来，我要甲天意去找客户。敢要该我甲你付？免啊，我会记你安怎来，我家己晓去。姐妹，多谢你，万一放弃这个当处长的改选。是的啦，我知影你拢是真心想要保护我为我好的。我拄只真正袂超过的，只是受过激动，讲话较大声。你莫生气，你原谅我对无？什么原谅你？是你体谅我。姐妹。咱是翁仔某，我是你的翁婿，保护你就是我责任。那呢，你敢当坦白跟我讲，到底是谁跟你讲何天祥会对我不利？这个前任董事长动在我的面头前，是想要跟我这个新任董事长讲一下恭喜的意思是？桂花，你真牛嘛！我本来抓住我是一只看门狗，想袂到这只狗竟然越过头咬主人一嘴。我早就讲过啊，我郭玉华永远是徛在胜利的这边。何先生，你的心内若是有啥物不满？你伫咧问你家己啊？是安怎你答辩都互家己输到遮尼凄惨，遮尼歹看，互人想要亲手甲你救者都无法度。亲手要救我？你根本是你背后要我受死。安怎？讲煞未？搁有其他的话想要讲？你免怀疑想走，你要抓准遐做，我就无办法对付你。我人有伫咧遮，你若是有才调白起来。欢迎随时你回来找我。你，歹势，我这个新任当署长就无用的。人！五妹，你这个时阵不是应该在公司，哪会回来？你这个时阵要出门，是不是又想见面啊？我要跟谁见面？我稍微跟你报告啊。是不是要跟郭有华见面？我跟他也无熟啊，跟他见面是要创啥？你安尼问嘛，太过奇怪啊。我嘛感觉足奇怪，你两个当时要跟他遐尔好啊？二哥，你到底想了什么好事？你竟然答应替伊做代志？你到底是讲啥？我是安怎要替伊做代志啊？五妹，我拜托你，卖阁安尼怀疑东怀疑西啊，好不好？敢讲你袂记哩啊？咱伫个爸的面头前讲好，要好好，卖阁回伫个天顶烦恼啊！二哥，桂有华一直无法度证明家己真正是孙家的查某囝，按我伊所有法度一路。为当事做到当事长，安尼就表示伊真无简单。参照这款人，你唔敢甲伊合作，你拢唔惊互陷害哦？伊做到当事长，这跟我有啥物关系？咁真正无关系。你是安怎要甲志凯讲，
何天祥有可能对我不利，你就想要让他放弃，争取这次董事长的位置。原来是为着这个，妹妹，其实你误会我，我是因为烦恼，那何天祥会对你不利，因为那天领导出来庆祝的时候，我知道你想怎对付何天祥。所以你是挑过的那些事情，让检察官可以给你吃，这样就可以让何天祥失去戒心。嗯，说不对，我必须给他一天，这样让他感觉我没法影响到他。再跟现在竞争的对手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，他哦，就想要得意忘形啊，人家袂记阿古冠中迄张支票要交去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你为着卖予何天祥封闭，无顾家己去掠走，甚至为着要加官一家，伫内底甲人相拍，这我拢真清楚。啊，不过你掠走安尼就赢是吧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参照何天祥这款少年，伊用什么手段来对付来甲伊报仇？你敢真正要着？甚么怪？你若真正出什么意外？难道的人要我艰苦，要我伤心？不好意思，是我不对啦，让大家烦恼。以后我做代志会更加顺利。参照何天祥这款少年，不管你更加安怎顺利，拢是有危险的。你莫不相信啊！我伫个内底这三年，我看过的犯人，一个比一个更加凶。唯一会当让因感到快乐的，就是看到人痛苦。为着这，因什么歹代志拢做会出来？你敢知影？我伫这千外天的日子内底，我不是的。这三年来，你受苦啊！这三年的代志。我无想要再提起啊！问题我即摆已经出来啊！我干那希望，咱一家人会当平安顺利，大哥会当赶紧找到一个心爱的人，赶紧结婚。我甲若兰，阿哥豆豆，会当做花花过日子。阿哪里？会当甲子凯。过幸福、快乐的日子，安尼就够啊！阿哥，你若真正遐尔烦恼我，想怎你不会亲自跟我讲？因为你不相信我，就算讲咱伫摆面头前讲好要和好啊，我是会当感受到你不相信我讲的话。想叫你是我小妹，我就是我的目睭紧紧，看到你犯陷害，所以我们才会私底下去找志凯，叫伊一定要说你。不管你要信不信，这就是所有代志的真相。我是真正就想要相信你讲的话。了解，我知影，你过需要一段时间看到我的改变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绝对袂阁怀疑我讲的每一句话。啊，我真正要提到啊，我先来走。二哥。我真心希望你这次真正会当变好。小姐，请问刚是要挂号？花兰小姐，
麻烦你出去一下，我就会电话你啊。我还记得三年前我来，就是你替瑞安姐安排就是嘞。是嘞，我袂记得安呢。请问你今日来是要？我想要调一个病例。三年前有一个人来这动手术，伊的名叫做贺若兰。请问你敢是本人？我是伊的朋友。三年前我陪伊来这做人工流产。我只是想要确定，伊迄天敢真正有动手术。我拜托你，这对我来讲真正足重要的。我没当想到干阿朱亮，拍死！那恁你敢没当跟我讲，不要拿出来当怎样？小姐，我拜托你。敢讲？一天若兰姐这回过来，我才会当确定当年发生的代志。真是啦！你即摆身体感觉安怎？敢唔要紧？你来伫遮，你毋是应该离开啊？伊在遮尔也无想要看到我，看你昏去，我哪有可能无睬你？你看到我昏去啊？我实在是有够无路用的，啊，就只是一个肠胃炎嘛，昏去。是嘞啦，互你烦恼，我无代志。你在创啥？你家在打点滴的，你莫袂叮当啊！我无代志，我无想要留伫病院，我来等啊。平儿，算我拜托你好无？你莫客家的身体讲生笑。我无啊，我就只是，我只是无想要闻到。啊，病院的药水味啊！我想要来转啊！你要转去底，去找何天祥。是，我想要去找伊。我干那踮伫伊身躯边，我真安心啊。为什么一定得爱伊？敢讲我特别当做迄个保护你、守护伫你身躯边的人？你卖闹啊，好不好？你明明都知影。我跟何天祥要结婚了，而且你跟志玲也已经在稳定交往了。还是我爱你离开何天祥，等到我的身躯边。我不想要听你讲这，我现在就要出院。你先坐下。哎，别，你有要紧吗？你想我？你得按呢折磨你家己，要靠折磨我，我为你心疼。我无啊，我只是一时头晕呀，我无呐，你给我放开啊！我拢已经知影，你知影啥？李先生，我只甲你讲。你的病情，我拢已经知影。志玲，拢已经讲我知啊。哪会安尼啊？志玲明明都答应过我，伊袂甲这个秘密泄露出去。你莫怪志玲，其实伊看咱两个安尼，伊嘛感觉做唔甘的，甚至伊为着要让你安心，甲假作甲我咧交往。
是志玲希望咱两个会当较勇敢的去面对咱从来拢毋捌放下的感情。是伊误会啊，我早都已经放下。自从三年前我选择离开你的时阵，我都真清楚，咱的感情已经过去。平，你是安怎一直咧伫我的面头前假作无代志，是安怎要这样天强？两个人若是真心相爱，就应该共同去面对所有的难关。你今日拖累我，我知影。不过你告诉过我的感受，我看你一个人咧受苦，我的心也足疼，你知无？是的啦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辜负你。你不辜负我，我只是不甘你为我去做遐代志，甚至搁将我送予志玲。你是要做要这样讲？志玲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伊比我搁较适合你。感情是袂当勉强的，你伫伫我的心内，这拢是事实。观众，我拜托你，你给我放下好不好？咱袂用去继续做伙啊。是安怎袂用的？既然拢已经将话拢讲清楚啊，那你平安，就给我陪伫你的身边，做伙面对白天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得当好起来，无可能，无你无可能。你敢知这三年，我甲我遐伙伴做伙创业，我学到一个道理，就是不管拄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有一颗坚定的信心，就一定会当度过所有的难关。就算讲人搁较有信心，也是拼袂过命运的安排。观众，我干那剩三个月啊！你即摆咧讲啥？即个我的背景搁硬起来。医生讲，我活袂过三个月啊！好像我唔是骗，你是不是咧骗我？你是不是咧骗我？没考啊！人总是会离开啊，这是早晚的代志呢。一开始啊，我嘛有真济怨言，我恨天公伯，让我遭受着这款无公平的对待。也毋过后来，我愈来愈感觉。我也是真幸福的，至少我捌甲你相爱过，咱有过一段甜蜜快乐的日子。平安，好朋友。不管你跟错鬼才华，我陪你，做给你这人生最后一趟。白燕的，真聪明的，因为我看何天祥实在太济啊，
三年前，伊带我去美国迪拜时阵，我都有答应过伊，所有欠伊的，我拢会尽力还伊。感情的部分我无法度，至少钱的部分，我伫拼命替伊扛开来还伊。还唔过即马看起来，我是无法度还的。不管你欠伊偌济钱，我来替你，我即马负担袂起。那安尼，伊付出心血甲感情嘞，你是要安怎替我还？我已经并不爱伊啊，也毋过伊是真心的对待我。那你我，敢讲你就会当把我的真心带来落过？你要够有智力呐！你有志玲，还要够一群陪你共同奋斗的好朋友。杨国和天祥，在生理上大家拢讲伊是只可惜，冷血无情。其实伊真正无遐尔歹，伊只是伫过去失去太侪，太过心疼，才让伊变成今日这款模样。你才这么甘意啊？伊的前女朋友，死了跟我最熟的。我知啊，伊只是把伊当作替代品，想要弥补伊的遗憾的。就算讲伊一开始是把我当作替代品，若是无一点仔真心，伊哪有可能照顾我到今仔？这个世界。无人会无缘无故都予别人温柔的，敢毋是？我只要想到我离开以后，伊阁变成一个人孤孤单单，我都感觉我亏欠伊的实在太济啊！假使会当替我最后的时间，予伊一点仔安慰，报答伊的温情。啊！你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，我嘛算是对得起自己良心。天下绝袂吃两公。你是宋霞？你比我更加憨，是我辜负你。我甲你回信嘞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不辜负我，我会等你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是感情换的。那是人有好些人，到你刚准，所有亏欠你，我才还你，好不好？你别害我想，只要你会当，只要你会当幸福的，别，你把我气的，你还给我狂冲，花花一过就幸福的日
不是说今天要开董事会，啊，结果怎么？现在当署长已经算出来了，是桂玉华。哪里何天晓得？伊安怎？伊看起来还是受受到真大的打击。你是不是就是要去找何天晓？伊今仔一定就需要别人陪伴伊。对啊，我的面相敢会足歹看的？那呢，我要是差些可能就去见，较袂伊看到我哦，变得搁较烦恼。你较冷静的啦，我是要冷静啊！当初我就是看桂玉华可怜，才给伊一嘴饭吃呢。结果即马竟然忘恩负义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陷害我。这几年来，你对伊确实是袂歹，让伊做到公司的财务长。结果呢，伊颠倒利用这个机会，私底下去动卡手，把所有钱拢送给你来打，真正有够过分。你即马叫你的卡手拢动起来。无论用啥方法，一定要你上短时间查清楚桂玉华所有一切。我都唔相信你的心上抓袂着枕头，伊敢安尼做，我就要伊付出代价。也毋过拄只律师有敲电话来，桂玉华提供的证据对你真不利。无紧啊，家家就是惊法医拍官司啊，只要咱请上好律师啦。我都不相信司法这么简单就将我起诉将我定罪。掏空公司资产啊，若是桂玉华有办法奏效做我全身而退，就表示讲其中一定有漏洞。为什么我找无嘞？你安尼讲嘛是真有道理。这垃圾钱白白大家拢有赚，是安怎桂玉华会当把手洗好清洁，咱就袂？我死要拍就拍，我何天祥无咧惊啦，我绝对陪到底。无做上好啊，迄若有做哦，我就一路上诉。等拍做到法院判决落来，迄拢毋知是几年以后的代志啊。既然这桂玉华毋惊死，想要开钱，那呢，咱就甲伊争到底。你即摆随派人去调查桂玉华，就算讲只是以前无细伊搭去涂骹的针。嘛爱跟我并出来，放心，这有钱我就不相信找无伊的枕头。哎，我知道你今麦心情无好，啊，不过酒若是啉伤醉，是伤身体，你也好好保重。我知啦，你免管我，你先去。天祥，看你平常时这样威风，这样有自信，想袂到你拄到代志，既然是用饮酒方式来逃避现实，我真正对你出失望。吴冠中，
你来创啥？敢讲你是专工来看我笑话信？我袂再听无聊。你变哪假无辜啊？哈！一张支票你是超过伊拢入袂对无？你敢有假咩？算准伊讲我有大量浮漂要交割，超过伊等一条炸弹入来，好我的财务爆炸对无？让你的财务爆炸，让家己写到凄惨落魄，你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起来，敢不是？原来你的事情拢是假的，我抓准你的为了平言，袂将迄张支票弄入去啊！何林祥，你敢会输过天真？你甲支票给人，而且甲免到别人一定爱收来刷的，佮等下五万对方袂记弄迄张票，你这是甚物道理啊？我，你今仔你会失败，迄是因为你对你家己收过有自信啊！你袂甲情绪控制好势，所以才害家己凄惨落魄。哦。今麦阁学样甲我考试啊！吴冠中，你免怀疑收早啦。我何天祥只是一时无势力跋倒，无代表我爬袂起来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东山再起。到伊个时阵，趁机会趁我一卡个人，我绝对拢袂放伊煞。何天祥，敢讲你个心肝内着甲咱报仇尔？哪咧骗言呢？骗安怎？伊即马伫一个足特别个所在等你，伊有足重要代志要甲你讲，所以你要留等只继续甲我呛声，还是要对我去找？皮炎，你想要记的人，我已经替你找来。你看，我穿这新衣衫，敢有水？我唔相信。啥物唔相信？我即马就徛伫迄边头前啊！你毋是一直拢做希望，我会当伫观众迄边头前答应嫁互你。徐明言，你莫甲我讲算账哦！我看起敢像咧戏人哩，阿信。你真正认为我会替我的性命跟你讲算账？我不准你离开我，这一定是你跟吴冠中做伙来骗我的吗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有这等你的代志。你竟敢讲你跟我骗，你竟敢讲你跟我骗！当初你跟我碰到上啊，我还袂爽快。那是谁？你安怎？你都会无爽快？我头只电影，互医生看，这个医生袂用，咱要找另外一个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会当甲你医好的医生。哦，一定我有钱啊！我算讲，我将所有的钱拢摕出来救你，我嘛甘愿。我袂让你安尼孤孤单单死去，我袂。天祥，袂要紧啦，唔免找医生啊，我安尼。真好啊！唔好，你看起来面是这么歹看，讲话这么虚弱，唔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再受苦，好。我干那剩三个月啊！世界每一个人拢有过去，在咱熟悉。今天你的灯今天这是我最后一段日子，你把爱过下来，我不想要一直在陪你来的，我想要去看山看海，
想要去穿西风红花的香味，我想要自由自在四处去走走，干嘛眼睛红灯的音你有灵魂的心愿，我都会帮助你完成。那呢你三个月给我做你的新娘好不好？敢只有三个月你累啦，你敢愿意接受一个有有效情节的新娘啊？三个月了后你就该离开我，这也是无法度的代志。我已经失去过一次，一次我也是准备要结婚办婚礼，因为我想要给这种完美的婚礼，所以我就拼命赚钱拼命赚钱，也不过钱还没赚够，你就准意我来离开我。一次我一定会跟你完成婚礼，哦，也不过你也是会来离开我。我不爱，我会当失去全国恒大，我会当破产，我会当失去一切，安怎我会当失去你？林霞，我林霞，你听我讲，讲什么话当讲？你水平也没离开我，你跟他只有三个月，那是伊剩我偌久的时间，所以你唔才较紧张的。这最后的时间，你要付出好一点快乐。你敢知啊？为什么这最后三个月选择要留在你的身躯边？那是因为想要报答你，你想要用伊最后的生命来改变你，让你变成一个温暖的人。好啊，温暖。就算你对不起全部的人，对不起全世界，不过你对平儿也是真心真意对待伊，所以想要报恩。你要让伊最后的生命最后的快乐，让你不要感觉这么寂寞孤单，让你可以真心真意去对待每一个人，让我变成是一个好人。那呢你敢愿意为做改变？在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，你敢愿意牵我的手？我怀疑，我怀疑，我的心内有你对我的爱，我情愿付出我全部的爱，不管过去你是安怎，也是未来安怎变化，只有爱让我。你讲平爷要跟何天祥结婚啊？我唔跟何天祥随时会互法院收押的，你奈用用做出这款决定啊？你是不是足艰苦的啊？家己心爱的人要跟别人结婚啊？我知影你即马心内一定出无好过的，啊，不过你唔是本来就安尼拍算？
我是真心祝福伊的，我袂后悔。只是，只是啥？是不是平安北京又有看我什么变化啊？伊是讲，伊敢若出三口的事。我一直拜托伊，希望在伊人生最后一段日子，我会当陪在伊的身躯边。不过，伊也是坚持记住我。伊讲完，算点何天祥。伊讲伊欠何天祥足济。平安希望可以用他最后的生命去改变何天祥，让他感受到温暖。平安真的很善良，让你到最后还是在克鲁巴拉。观众，我看得出来平安心内想要的人是你，你是想要到伊最后算着的人，不是你。因为平安讲何天祥伊足够大个，无亲像我，我的身躯边唔呐有遮好朋友，而且我要靠你。平安是不是搁咧误会咱两个人真正咧交往？我去跟他说，跟他说咱是好朋友，不是他所想的那种关系，我现在就去。这里别去啊，我让我跟他解释啊，他都已经知道了。哪呢，他哪会当我是选择何天祥？你不讲何天祥对他的付出，我不说你对他也是真心的啊。我去跟他说好清楚，当真不是爱，其实都是人生只要一段日子啊，当然敢心内真正爱的人只会过啊。这里，麦去，麦跟我平平压底啊！伊即马爱一个人面对白天，一定足辛苦的，我无想要白。不过，你敢真正会用着安尼放下？你明明就足爱伊啊！到时候我搁看唔看，我嘛是爱红啊。因为即摆是我唯一会当替平言做的。既然伊希望得到我的祝福，那安我嘛真心祝福。就算爱你，我也去试婚纱，亲手甲伊交好。另外一个查甫人，你嘛愿意？小妈，我知影伊心内也跟我。吴冠中，你哪会这样讲啊？我现在就生气。你现在做咩生气？我这气场，你搁唔知影？我无想看到你哭啊！查甫拢哭，真正足歹看的，你知影无？伊安尼真正足搞笑。过来啦！你从啥？过来我车。你若是想要哭，就做你哭。我李志玲的肩膀，借你哭。啊，不过我先提醒你哦，你若是甲个皮这种勾结我的形象，我绝对会帮你甩，知影无？
阿妹，放羊子进来哦。哦。对啊。外口天气足热，是另一挂念的。啊，我本想讲约伫个餐厅，不过后来想想的，感觉是伫厝内底较舒适。食一顿饭尔，加倒去食拢无要紧。学长，你阁唔紧啉？这唔但消暑解渴、热量低，阁会当补充纤维素诶。归期我以后都买这冰滴冰酒，你想要啉就家己摕来啉嘛。你家己爱啉就讲。我发现啊，我回你的东西都是我在传啊，不然就回你了。没人大家开讲啊，我来煮饭。我不能去。不用啊，稍后啊。姐妹，你要自己煮饭哦？真的是很好的，我还没吃过你煮的东西。其实说起来我马上是新手上路啦。啊！我们大家特别有交代啊，讲哦，一个查甫人上好是要有家己几项的手路菜，上好是煮出家的味道。所以我有上网查几挂食谱来学啊。新手上路啊，可怜的都不是家的味道，是臭味大的味啊。对啊，所以今日有恁大家拢算是我的白老鼠了。那就要麻烦子欣准备胃药啊。咱这讲真少过分嘞，阿姆哥放心，我真正有替大家准备哦，所以哦，今嘛大家尽量吃，免惊哈。这个囡仔看起来足变色的呢。啊，学长无爽快的时阵，拢是吃这个白醉胃药。阿兰最近常常胃里无爽快啊。可能是天气太热。吃不下的路，吃不无正常。之前第一课无做工课的时阵，常常熬夜，饮食不正常，也有人常常胃痛。我拢准备一罐胃药，放伫办公室，想不到你嘛买啊。哦，小妹最近哦压力足大个，常常胃痛。您小姐姐，我来煮饭哈。我来倒沙缸。好啊。焕然啊，多谢你安尼不计前嫌过来问道。有一块路，确实真歹行，也毋过照你下定决心，你就会发现，真正困难的，毋是脚底的路，是你的心。姐妹，你泡遐卵要做啥？我要蒸菜脯卵。这项哦，是我妈手做菜，我想爱吃伊这个菜脯卵啊。我为了要学这项菜哦，我总个在试训。学长买煎菜脯卵诶，伊会当自己做菜？伊拢家己偷偷练习，唔敢互别人知影。伊嘛知影伊个个性，就是尽量互家己甲一般人同款，较袂别人烦恼。是啦，即卖呢哦，你敢来照顾伊，真正辛苦你啊。辛苦，阿姆哥哥较辛苦的是抓不着伊的心。啊，算了，去阿妹讲。啊，是安怎？你跟我讲啊，无你看我怎解斗啥斗的？就是，手我阿姨有意思，把我甲学长送错队。你导游都遐尔济，敢会收见吗？啊，真好。啊，唔是，我意思是。你讲秋阿姨甲恁两个撒撮推这个代志真好，啊，不过学长是一座冰山，到底要安怎才会当让冰山融化？伊哦，外冷内热啦，啊，只要伊敢想着你的真心哦，就算大刚刚一点点嘛，总有一天买单让你融化的。那你嘛伤忝嘛，拢已经三年啊呢，
怪我久。会啦，总有时间哦，一定让你感动的。吃饭啊！妹啊，叫我来过啊，我家己会当去啊。手边十五公分是水，啊，头前三十公分是菜包呢。啊，逆时钟方向分别是猪心炒菜心、炒四季豆、蒜炒花椰菜、青椒炒牛肉。啊，等我给我个盲灯。多谢你。开动。比打架啦，女士优先，你请你。哦，嗯，小姐，就点呗。嗯，姐，我到公司里去收拾。家你就知影，好啦，哎，新手上路无要紧啦。学长，你到遮尾工时阵去捡着，佮工时阵啉水，动作一模一样诶。子欣，你唔知啊，伊两个人一直是安尼啦，伊两个默契又是足好诶。子欣，你食看卖，或者你会感觉？我向你讲，拄好。菜包卵我也无爱食，你家己爱食。嗯，菜包卵咸咸口口，这道菜叫我劳苦功高，感谢你对我的付出。平常时拢是我替你夹菜，今仔日我你好不好？只要你介意，我啥物袂用诶。这应该是四季豆，嗯，这样才叫四季如春。嗯，难呢。青椒炒牛肉，没叫啥？世界大同。对，下面没叫世界大同。因为世界大同，它可以让你去快乐。嗯，难呢。这蒜炒花椰菜叫做。火山爆发？为什么？因为火山爆发，冰山在融化。忽然间嘛，安尼个子欣的大嘴哥，应该是为着要让子凯安心嘛。来，子凯，佳姐。猪心炒菜心，多谢。啊，拄只焕然把每一项菜拢好名，那呢，慢慢来啊。你感觉这项菜要叫做什么名？你感觉呢？叫做心心相印，而且咱两个一世人拢爱心心相印。好，嗯，你辛苦啊。我的老婆，老婆辛苦是应该啊，那呢，老公要安怎慰劳老婆呢？那呢啊，你嘛吃一块，心心相印。哦，学长，你两个阿公婆好像爱菜，好闪哦。
大家哦，即马哪食饭，哪讲正事。来，子欣，料理。你是看来，我今日找你来，上主要是要甲你讲，我到自家希望你当回来全国很大。虽然讲我有去当事会，但不过我想再去做工课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你之前已经答应要回来啊，虽然今麦啥物职位还阁无确定，不过我想应该是回去业务部。啊，那是你，你甲小超默契真好，我感觉你应该回去客户部。佳美，焕然，你是我的师傅，我会记得你甲我讲过。有一挂路虽然真歹行，啊，毋过只要你下定决心，到最后你会发现上困难的，毋是脚底的路，是心。学长，这三年来你逐天拢在听财经新闻，大概做预测嘛，拢是正确。若是你烦恼讲目睭看袂着，会去做生工课上无方便，那呢我会当陪你做伙入去公司。随时协助你啊！佳美啊，公司即马咧重新整顿，确实足需要人才。焕然若是当转来是真好，啊，不过伊若是有别个想法，都要尊重伊，知无？嗯，对啦，你讲的无唔对。焕然，我希望这个代志，你会当好好考虑一下。喂。我希望你的答案袂让我失望。那个不困，你哪会向决定今仔日要家己煮啊？你知影啊，嘛不是讲啊，查某人哦，啊会晓家己几项手落菜，趁机会就是一个尔。你比上心，都无咧入去厨房诶，是毋是有人要来？你才决定要家己煮。你哪会安尼想啊？敢讲心话，想想真啊。姐妹，你的心内对焕然是毋是还阁？焕然过去，确实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人。啊，不过，阮两个已经无做伙啊。啊，就算安尼，我甲伊还是朋友，伊竟然嘛就看无呢，感觉我无应该甲伊关心一下。这我知。感觉，佮看袂着我的用心。感觉，你看袂着，我咧尽全力。你把咱爱情找到回来，所以你是足尽力咧爱我的。告诉我老公是的，那就代表讲你的心内还是无法度甲焕然放下。子凯，结婚的时阵，我就已经决定要跟伊做伙走后半世人啊。我有这么做决定，就袂改变的啊。你免想遐尼济好无？
啊，不过你甲我的默契，确实是比我好。有时阵你咧想的代志，我拢唔知影是啥，啊，不过忽然都会当了解。原本我就是讲，我袂要紧。啊，不过伫咧当聚会，还是食饭，你拢就有默契。甚至是爱为我爱白煮拢同款，那可能不要紧啦。我甲焕然真拢过去啊，只开你爱知影，伫回音内底每一个无信任，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小裂缝。时间若久，伊若是发酵啊，伊就会变成问题。嗯，是的呀，是我想想对啊。别讲是的啦，有事情，咱做伙打拼，让咱的婚姻会更加好，好吗？嗯，爱。嗯，还是讲，你跟我希望我会当安怎做，我会当为你改变啊。卡叔，卡叔安怎？卡叔讲，我希望你莫阁甲坏人见面嘞。嗯，其实我唔知影。哦，嗯，了解啦，偷偷想，若是以后有想到，再甲我讲，为滴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会当做的，我拢会做的，哈。小妹，嗯，让你知影，我成为上过要紧你，我就惊会失去你。我知影，我需要你做好不？做会加油，嗯。感谢我想想多，其实我希望这个时阵，你是用你的手，把我揽好掉，唔是安尼呆呆的，像是会应付我同款。子欣，时间已经真晏嘛，较早回去啊，明仔载再搁整理。我袂忝吗？我甲你七七嘞，搁要拖地呢。时间无早，先等去睏啊。不过我头壳着袂了好啊。回去。车搁做车走啊！我请我先去，再等你。妹子，我给你收着啊，你先离开啦。不是叫你回去，你搁在创啥？我在抓宝啊。我有一只宝贝还没抓到。你回去领导抓不到。我那边搜寻也不好，你不是不知道？我苦劝你，别浪费时间做这无意义的事。哦，那呢，我带你去做运动。你叫我爱做有意义的代志，做运动嘛袂使，
做运动卖看时间，即卖时间你就应该要回去啊。刚才回去较有面。好的，拜。你无要睏，我要睏啊！晚安。等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请讲。秋我阿姨讲，希望咱会当做伙。秋妈误会啊，我向你解释清楚，你免肯定心来。我唔是要叫你去甲伊解释啊，我是。是安怎？我是感觉阿姨的建议嘛袂歹啊，而且我今仔日有问姐妹，要安怎才来感动你？你若是阁继续安尼，我就甲你死掉。我问看卖嘛袂使哦。我用这么多要创啥？而且你若是真正无介意我，我敢会当陪你？还是讲？你够介意着姐妹？无聊。你介意姐妹，过会当安怎？伊拢去嫁予别人啊！敢讲你真正要一世人做伊的守护天使啊？嗯。你讲阿妹。阿妹啊，姐妹有讲，爱融化一座冰山，要有真心。学长。你敢看袂到我的真心？你敢认为我即摆看会到？我唔是爱你用目睭看，是用心。较早转去。啊，不过你的面头前即摆真正有一粒爱心呢。转去。我不要跟你算了，我真正要回去。嗯。等，我包包回给你提。晚安。就行了。啊，是嘞，我昨下无说去想一下。学长，你到姐妹同时阵去捡着，不同时阵啉水，动作一模一样。姐妹，明明你都已经给我保证了，为什么我的心还是安尼啊烦呢？子凯，我到底要怎做，才能让你真正安心，让咱两个人的婚姻会当好好继续走落去？
条是遐尔长，假使若是一直无法度互相信任，是要安怎行落去的？袂用的，我一定想一个办法，把自家心内的针彻底扳掉。大哥，你哪会一个人在这么久？我也不知道。佳怡啦。你两个人一个都新婚，一个跟家的人做伙，照理讲应该很幸福的啊，哪会看起来拢用到甲别？你好意思讲啊？你嘛无过得外好，那无你哪会伫遮啉酒？嗯啊，啊你即马甲冠中是安怎？平言敢若剩三个月通活，伊决定要甲何连祥结婚，冠中就伤心的。话安尼，我嘛感觉就艰苦。那安尼啊？平言家就可怜的。啊，不过冠中绝对搁较无好过。虽然即马甲冠中的状况是安尼，啊，不过你只要好好等伫伊的身躯边，陪伊度过一段伤心的日子，你甲冠中哦，会当修成正果的机会也是足大个。我完全无安尼感觉，一个查甫人就算有搁较侪优点。嘛比袂过一个无底的查某人，因为回忆永远是最美的。哼，那呢，伊倒来搁较拍拼。这个查某囡仔若真正离开，也是无法度抓到吴冠中的心，伊得好好反省一下，你是毋是真正就歹？大哥，小哥，你看啊，大哥咧欺负我，你是毋是应该跳下出去啊？别人哦，我够有当斗相共，啊，不过伊是大哥，我是小哥，我唔敢。哦，你哪安尼啦？这个叫做长幼有序，嗯。好啊，无来表舅啊，我今日一定甲你灌好醉。你出国拢是学着这些，哼。志凯。你呢？你才结婚，应该是真幸福的，哪会睏袂去？还是什么代志？是那无啥啦，我家己的问题啦。因为换人。讲实在，詹妹为着这个家哦，嘛是尽心尽力咧付出，是我家己的心魔啦。既然这是心魔，就要往遐控制，那是用控制。比较幸福未来。喂，哦，大哥，看起来你变作爱情专家了呢。够有。啊，你甲天意的是嘛喏？其实今仔日我无应该饮酒的，明仔载我要动手术。大哥，你想怎啊？什么病？敢有这严重啊？好啊，恁两个，我身体足健康的，恁免烦恼啊。我是为着要让天意接受我，卖让伊感觉家己无法度生，感觉自卑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要去结扎。大哥，你是搞笑哦？嘿啊，你敢有考虑清楚？妈无可能会答应的。我跟你两个讲啊，这个代志别当讲出去，尤其是妈。大哥，我感觉你会通搁好好考虑一下，你搁加上几工，无你卡，你就会改变主意啊。按怎讲，这嘛是一件大代志啊。为着要结婚，走去结扎，安尼听起来，
拢阿小奇怪啊！妈，你就当作我破病啊，是只爱情的病，而且佫病了就严重的。阿天意敢知影这件代志？我不会知影。咁讲就无其他的办法啦。我甲伊求婚，因为无多生执着我，无论我怎甲伊讲，我无要紧，也是唔肯相信。一世人，我敢若是要爱天意做我的查某人，伊若是无多生，我就无可能有囡仔。既然安尼，我是毋是结扎脑残？阿你妈都无可能用这个理由去向天意。大哥，小哥，我给你，你拢是为爱疯狂的男子。讲稳的，你不是嘛当冠中当三年？嘛对，那安尼就紧咱理解是情人，嘛紧爱情。不是真搞你。要进去啊！啊啊！哇，你今天的领带哦，配这个西装，真正漂亮。妈，老大。老大。妈，进来，坐。老大，老大。哇，爱相，凤胖水凤阿酱，你要胖呢？哎，是我啦，我先来，我先分手。啊，你安尼是要去上班，还是要去约会啊？是啊，是要去上班，还是去约会？我昨暗敢恁邻居邻到这么晚，应该坦白我拢坦白啊。恁搁讲我要去约会，真正是玩弄玩的。阿妈，你搁去观众玩个啊？无啦，我甲观众就好诶，昨天无可能玩个。啊，冠中敢那一阵仔拢无来咱兜行行的，啊，你看你当时要搁招伊来厝内底坐坐啊。哦，恁讲，我先入去上班。哦，好。哎，小哥小嫂，你好呗，我刚买辆大牛的便车啊。好啊。哎，小蛋呢？我拄仔问你的话，你还袂回答我嘞。阿妈，我要挂上班，再去讲啊。好，好，起来，行啊，行出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妈，拜拜，上班。再见啊。拜拜，各位小弟呢？没有。喂，啊，对哦，你要找李志前哦，伊无伫呢，啊，我是妈妈啦，啊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你是病医啊？你要通知伊，动手术的时间要延后，啊，是啥物款的手术啦？哎，妈，妈，来，我讲。喂，我李志前。哦，是，多谢。妈，是你，我袂记你扎手机啊。想打电话来。妈，拄着食时阵，对方敢无甲你讲？我拄仔听的时阵，你拄仔好入来，所以根本就袂分讲啊。啊，是安尼啊。病医讲，我的健康检查要改时间。妈，我来上班。啊，落去洗脸。好。敢会怪
的记忆。